都一点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刚工作完下来找你了。你这么晚工作这么晚啊？那你饿不饿呀？有点，想吃个做的东西。那你进来吧。给猪猪准备他最喜欢的螺蛳粉。他怎么睡着了？刚刚没卸就睡了。猪猪一直嫌麻烦，又要卸妆又要洗脸，刚好这个可以代替氨基酸洗脸的，还有卸妆很方便，最重要的是便宜啊！猪猪真是太辛苦了。我给你好好的。老婆要抱抱，谢谢给你要抱抱。你说你昨天晚上好玩，老婆啊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为什么拒绝你老公的事情、今天要整整看你还在玩，出去玩不带我。说你昨天去哪里，电话为何关机，一定有问题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打破了天，我打破了地，我打破了不管你愿意谁都挡不住我坏的心情。没有，不想说了雨，不想说了雨，我开始了满足地空飞行。好看吗？这个色号，天哪，好哇，好像就在昨天，还不让我牵手。你先来吧。当你没回你的戏精男朋友消息时，还在打游戏呢，都不理我了吗？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了，不来救我，也不救你妈呢。游戏有那么好玩吗？有我好玩吗？是我又不好玩了吗？你是不是在和比我帅的小哥哥打游戏？老婆，快陪陪我吧，理理我。情侣必做的一百件事，期待吗？有点小激动，对，喜欢吗？我们这边自己装修，自己有做饭了，开心吗？还是很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漂亮，好期待他装完后的样子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们老婆好能干。这是在上电梯时放开男朋友的手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这是干什么？加油，秀英啊！口香啊，变得非常清爽，感觉你都变白了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你是不是在偷用我东西？我才买了一周，你用掉了半瓶。周周，你是狗吧？你干嘛老偷了我的护肤品，还偷了我的身体乳？哎呀，你干嘛？都说的了，祝你此时已，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。